竹筒，他没有带彗星啊，带的是香味猛冲是吧？很稳，这个人很稳啊，他稳是对的。他在没有学翼之前，他必须要稳。他打野是什么？螳螂。我操，处方香味了。这个酒桶有点难杀啊，他不跟我打，杀他不好杀。但是我要控他线了，我把线一控，他上来打钱就危险了。队友来了，懦弱之局，保持血诺，缓速先，他死了。哎，这个肯定死，哎，这个肯定死，而且线控住，那个墙他穿不过去，他没卡好位置。再跑快点，这波有点小亏啊，有点小亏，活血不多了，回活血没回到。走位，好，非常好的机会。这个闪现，但是我补了，补不到平 A 了。我有一，哎，他第一时间没交易呢，他吃了个果子吧？啊，怎么会回那么多？萨斯即将崛起，这波没吸到。我得回了，这么被他消耗很亏。没想到吧，没想到吧，没想到吧，呵呵，没想到吧。哎，他点的相位猛冲有点灵活，一刀斩，哎，强神闪现。你怎么办？一刀斩，哎 ，W 键啊是可以同时放的。队友小龙应该打得了，好像又打不了 ，TP 了。起开疾跑，跑不了啊 ！A 接 W 接提亚马特接 A 接外旋刮 A， 哦，行吗 ？OK。船长要收这波钱，我可以在这里赢他一下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我有道了，来就死了。好 ，A 键 W 起手，那你还能打得过我吗？没疾跑的话，战斗力还是差很多。哎呀，没劈出来，被他收集者给他收了，不然劈出来了。你们杀吧，我得下血了，得下血。你杀，肯定杀了。我去下路，危险，他应该死了。没有闪现，但我有疾跑，看到我了，直接开。好，先给缓速很重要，先给了个缓速啊，很重要。凌驾一切的战力，还还我输了，追不到了，太灵活。好，逮到，先外旋刮 A 接 W 接缓速 T
接 A 接 E 高斩，没斩出来，没斩出来，但是有提速，应该是来不及了哈、哦，来不及了，算了，可以拿，可以拿，缓速拉回来 ，A 接外圈刮接 ，A 好，我操，大招消失了，我把下路二塔给他带了，正好升个十六，我将死战，过来，交闪了。好，要闪了，你往哪儿跑？哎，你往哪儿跑？嗯，什么意思啊？过来 AJW 接，你没招吗大哥？你没，我操，这没大招，但是不亏啊，我吃了所有的伤害，大好了，大，哎，反面行吧，我存了替死鬼，但是很赚啊，队友肯定能。他没闪，他没闪，哎，他没闪，死完了。准备开劈。不好上，不好上，这个距离不好上。哎，落单。那不瞬间融化。嗯，起跑不用开了，拿个辅助没必要。这刚好，坏了，队友死完了，这波我要守大龙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的装备啊，有闪现的情况下，他们打大龙，我完全可以打得过，一打四是没有问题的。他们血量不足，容易被我触发血怒，我可能要四连劈的吧。好，卡住了，卡，没事，注意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这个位置不着急。好，走位走得非常好，外圈刮，没法劈，没有好的啊的机会，都没有叠起来流血，逼他一个闪也行。不亏的，好，一般把我炸了，距离不够，他很稳 ，AJW 接缓速，算了，他有相位能力，杀不到我，非常好啊！拉过来 ，AJW 接外圈刮接 ，A 接铁马特接 A 接一刀斩接，反速接外圈刮都得死，游戏结束，立大功。行吧。
四个酒桶。雷光，好，带到了。我不能动。队友来晚了一步。他追不到我了，我跑速很快。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回去守一波，只杀了个维鲁斯，有点亏。石头人来得太晚了。好，非常好。他没有关那个，我过不去。但是立功，卡住螳螂，这边卷死。游戏开始，被关起来。我被德玛西亚的天崩地裂给他挡住了。其实吧，可能你们会觉得我有点捞，但是接下来你会发现，我只需要换几个英雄，就可以把超神。啊，你可能不信。